团长 Phoebe。好，那这个微电影呢，我们六个少女呢就会把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放大来演。我希望透过这个微电影呢，可以传达给大家，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这份爱。加怀不用讲。可以一起期待我们的微电影哦，很好看，我相信。